啪啪啪三鞭子，大车咯噔就站住了，纹丝不动啊，那才叫本事呢。嗯，三鞭子，老包啊，刚才啊我们在大楼下大车纹丝不动，说不定他这三鞭子，嗯，问题更清楚了，不干活去了啊。哎，嗯，他会干出这种事的。没想到阶级斗争在一杆鞭子上也表现得这么复杂。秀梅啊，这叫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啊。好，咱们一块去试射。哎，他是人是鬼一定弄个明白。老周啊，走，咱们一块去。走走。老周啊，看见了没有？老八，这老榆树啊，就是前广驯马的技巧。大叔啊，再试一次。哎。大叔，老方，我去把钱给我救了。周队长，大叔，老方，哎，这回啊可全清楚了。清楚了。老方，你看这个，老婆，我让大虎把钱管看起来，你说怎么办？来，你先看看材料。好，哎，老方啊，大叔，咱们一谈起钱广来，我都说我了解他，他明明是埋苦人心，可我说是便利群众，他明明是阴谋破坏，勾引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可我说是有利于集体生产。我成了阶级敌人、阴谋伏笔的防空洞，当天拍了，周成啊，明白过来就好啊，这把事儿你得牢牢记住啊，记他一辈子。阶级斗争到啥时候咱也不能忘了啊。是啊，如果忘记了这个，夺到手的政权也会丢掉，建成的社会主义也会变质啊。你老实点，把钱我带进来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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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说，以什么称谓？那周队长了解我呀，我了解你。我今天才看透了，
你这个反动富农分子的骨头啊！要不这么坏的，庄队长，您别撞他了。我问你，土改前蘑菇峪前进大院大当家的是谁？说话！在蘑菇峪逼死了人命。1947年，为了逃避土改斗争，跑到黑风口的又是谁？你说什么？快靠近出言！说，我坦白，我坦白，我是隐瞒了成本。可大家知道我可没办坏事啊。没办坏事，你鼓动社员矿工跑自由市场，破坏集体生产，这不是你干的吗？你还挑衅牲口，让他一旦胡吃狗嚼惊车，连你什么鸡、啊、说你说不光大伙眼皮底下的事儿你赖不掉，就连你打算破坏训练班偷偷印病找红马，那也成不了乌团。跟你合伙搞投机倒把，又一块谋划这些坏主意的钱老顺已经被政府逮捕了。一张人皮遮不住你的鬼脸，你想把着青松岭边杆子挡住我们要走的路啊，那是做梦。老实说，说话，快说，快说。你们就要出外经风雨见世面了。你们要记住，在跑车的路上总会有沟沟坎坎，要擦亮眼睛。不管风沙多大，路途多难，绝不动摇。老方下命令吧。